清新的空气、洁净的水是不可缺少的资源。但是假如我们不好好珍惜这些资源，能够延续到下一代，甚至再下一代吗？银河娱乐集团致力推动可持续发展，订立明确的营运目标，承诺建设更美好的未来。我们已经实施多项政策，尽量减低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影响。与可持续发展两者环环相扣，为了保护自然环境，为了下一代的福祉，我们肩负重任，为绿色未来出一分力。